王宫啊，所以呢，这个地下一层，地上六层啊，我们呢带动了这个地方的产业、观光，还有文化艺术，还有呢服务面传承啊，原住民的文化，我们都希望呢能够齐头并进，而且长照，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托育。这个都哈、哦，都在我们的原住民的多功能馆里面呢，都能够发挥了它的功能。所以今天呢，特别来视察，也希望如此如此的王宫能够要求品质，品质要把它做好哈、哦。这个原住民呢，总共有将近18000人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些好朋友，希望呢能够呢，这个原住民多功能馆呢，盖好了以后呢，能够多多的利用哦，大家都能够来到这边族群的融合，非常感谢。到了现场真的非常漂亮，有看到的这个对面就是眺望的我们的这个龟山岛，那看到了龟山岛就看到了美丽的宜兰岛了哈。这龟山岛许丹林的精神指标，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哦。我们希望呢，要求品质如此如此的完工，谢谢大家。县长，再问一下，就是有关于我们刚刚两位议员都是希望能够提升我们人民事务局这样的环境，还有县长跟这边怎么说？哦，我们呢来讨论，我们希望你能够呢能够升等，我们也希望哈你来讨论。谢谢。那最快会有什么时候会有三个初步人员结果？都继续在讨论当中。县长什么时候请用？你这有完工是4月20日，好像是8月份。8月1号要请用，正式请用。8月份要请用。谢谢县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